开幕典礼了。好，那当然了，主办单位呢，这一次的第一届2018全国传统狮王争霸赛呢，当然呢也获得全马各地的这个醒狮团的热烈响应。总共呢，我们在这个比赛呢，就有30多队的这个是借这个机会呢，与现场的所有的参赛者、所有的狮团呢，可不可以给你们自己一个热情的掌声，可以吗？也非常感谢你们的参与。多彩的这个舞狮文化活动，同时呢，也作为就是这个非常很好的这个效应了。当然呢，也借此呢，希望说这个狮艺的文化活动呢，在全马各地的商场的这个商业中心广。
Thank you.